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弟弟。哎，今天被迫营业，不对，主动营业，主动营业啊！刚来录这个 vlog， 对 vlog。听说大家20号要来现场给我过生日，首先先非常感谢我的兄弟伙们，你们来给我过这个生日。但是最近天气比较冷，希望大家多穿一点。然后那个广东的朋友、三亚的朋友就可以先坐下了啊，就可能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寒冷。当然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华夫饼，虽然我不会做，但就先学先卖，看看能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吧。材料我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我准备好了。来吧。当当当当。先看一下啊，这个是那个面粉吧，上面有说明，有说明。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，你就先和面，对吧？虽然是一袋面一个鸡蛋，然后牛奶，对吧？直接开干。虽然我不是很会，没有做过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以我的厨房经验，我觉得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，应该不是。鸡蛋一个，牛奶100毫升，要做就做顶配的，对，就一个太少了。最近在健身，多吃点蛋白质。牛奶是950毫升，100毫升。那个刻度表只能随缘了，只能根据我多年的做饭经验来把控把控。我觉得可以，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可以。有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，真的。说到这个东西，天赋很重要，天赋真的很重要。我真的是第一次。拉丝，拉丝 ，Do you know 拉丝是什么感觉？下一步就是，注意这个机器咋用嘛？没用过这个东西。开了，别动你了。看一下，这是一会儿要用的果酱，可以先尝一个果酱。没变化呢，2分钟，把这个时间，不如趁这2分钟的时间，我来摆个盘吧。朋友们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哎，我今天跟那个锅杠上了，真的。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
啥呀？生日快乐！OK， 谢谢。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没了。好巧，我也没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两个，过来。没有。来，给。